喂，你好，朋友，你可以帮我？有什么问题？我要买一个生日蛋糕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我的朋友生日。可是不是我的生日。不是你的生日，我有其他的朋友。你有其他的朋友？你会帮助我吗？对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把蛋糕不找到了，你在什么小岛？在滑道。为什么你在换岛？因为蛋糕有花。做了种花，蛋糕有面粉，那么我怎么办？扛在其他的小岛。对，是更多的话。你在什么商店？在花店。为什么你在花店？因为蛋糕有花。做了种花，那么我怎么办？你要去蛋糕店。我不知道到哪里。你坐在哪里？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你有地图吗？我没有地图。然后你喂别人。确定，最好的，我的鼻子有红有痒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对什么东西过敏？我对花过敏。如果你对花过敏，为什么在花店买？因为我需要花的蛋糕。种花是面粉。对不起，太混乱。这个绘画越来越糟糕。谢谢你的帮助。再见。